其实只是上礼拜的事情，然后我就去把罗马烫卷了，然后我今天就不姑娘了，可是我还是唱姑娘的歌。好，然后待会我要唱的歌叫做《有一个姑娘》。这其实这个我都是上礼拜在铁花村有一个经典连续剧的一个就是表演，然后就很多歌手都上台，然后学他们心中就是排行榜第 top one two three 的一些就是连续剧的歌，然后我就唱了《有一个姑娘》，还有其他很多什么施工奇案啊之类的，然后我今天也是要唱这首歌给大家听。